决战神魔的玩家们，你们好，我是雷瑟琳。这次呢，在决战神魔里面扮演的角色呢，是一个法师。如果在现实生活中，我是一个法师，我会做什么事情呢？是用我的法力啊，我可以去夜市炸臭豆腐。哎，厉害了吧？在正装扮，我炸臭豆腐是不是很强？决战神魔的玩家，就是希望你们这款游戏上市之后呢，都可以好好的支持，无论是我们所有里面的角色，还是我们的职业，都一定要用心的去玩。而且听说一个人可以练三个角色，所以呢，一定要练到法师，要留一个quota给法师，因为法师虽然呢是挑战度非常的高，但相信你们绝对可以克服。